赵薇在2021年被列为劣迹艺人，吴玉瑾被封杀，近两年形同退出演艺圈，社群也很少更新。不过日前适逢七夕情人节，赵薇突然晒出一张蓝天白云的风景照，内文仅打下彩虹、笑脸、爱心的表情符号，没有任何文字。但久违更新让粉丝都相当惊喜，纷纷留言询问两年了是否有复出的计划，甚至还有粉丝提议你可以去台湾拍电影，台湾也有很多你的粉丝，期待你快点复出。也有不少人直呼看到你的分享很快乐，很高兴见到你回来，真的太想你了。Bye.